追求真与美的教授画家李泽凡。青草湖暮色，前景部分以简洁明快的笔触挥洒出草地、树丛及湖光倒影，充满了拙朴与率性之气。中景则描绘出红瓦庙宇及尖塔井然有序，地点落在群山绿意中，是画面焦点所在。最远方则衬以落日余晖，云淡风轻，烘托出黄昏时刻青草湖畔浪漫又宁静的氛围，是李泽凡以彩笔来表达对家乡故里真挚情感的最佳写照。 Viva TV 与您分享艺术的美好。